江直树先生，你愿意娶袁湘琴小姐为妻吗？我愿意。袁湘琴小姐，袁湘琴小姐，袁湘琴小姐。你身上传出的陌生味道，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。不用来回张望，我知道竟是我们想的这一个结局。这么久了，我还是可以看到、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。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，你每一次的温柔我都想炫耀。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，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。这么久了，我就决定了，决定了你的手我握了不会。